威哥，我的老乡啊，咱们给威哥点点关注，冲彩威，一笑过哥。好的，谢谢丽莎。漂亮啊，谁漂亮嘛？好漂亮。你漂亮啊？四个人最漂亮的是哪个？你说。丽莎，丽莎，哎呀，都公认是丽莎最漂亮。啊，漂亮。丽莎，丽莎漂亮。一下过个给对面上了一架飞机压费，谢谢一下过哥给对面上一压费，谢谢一下过哥，谢谢一下过哥，感谢一下过哥，谢谢，谢谢一下过哥给对面上一压费。小布林，我再也刷不动了，今年计划的票早用光了，请见谅。完全没关系啊，小布林，你来直播间坐一坐啊，聊聊天呀，就挺好的了，谢谢你的支持啊。
松仔哥，小不点做事有计划，很好。让新妹子唱个歌，让他探发大哥指点一下 ，OK。让南若唱个歌吧。男人找个歌唱个歌吧。暂时还没有学那么多歌，先唱一下以前的歌吧。他只要有这个天赋，有这个声线，就不怕以后没有歌啊。这个不是我点他的，是他们连过来的，点的我。他有的粉丝的，有的粉丝说的话没关系。
他光唱歌好听，我唱歌呢，我不会唱歌啊，我没有学，没有时间学呀、啊。他说：“大哥，要你们只听阿广来唱歌，我不会唱啊。”青桃一首温柔浪漫的老挝歌曲。我问林三，林说他说他不懂，他不懂苗语，他不知道这首歌什么意思。你不懂，那是我不懂。嗯。他说他是一个穷人，他要努力挣钱，不让别人说闲话，说他看不起他，这首歌的意思。还有嘞，没讲义嘞，说明了。家人们喜欢这首歌吗？我们是穷人，我们要努力挣钱。大哥们不是啊，我是穷人，我要努力挣钱，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呀。欢迎永不磨灭兄弟，欢迎永不磨灭哥，欢迎永不磨灭哥，永不磨灭哥你好。永不磨灭哥，现在泥沙发音永不磨灭哥发的好准呢、啊。把这个好，主要是数字太差了，那些人是。永不磨灭兄弟，点个永不大哥和法子兄弟，谢谢一哲。你们再排练一下吧，再排练一下永不言麦哥的音乐。排练，我们让他们再排练一下永不言麦大哥推荐的音乐。
男装妹子要学习化妆，特别是范美眉，特别注意有笑容，其实颜值也不错。好的，等一下我告诉她啊。瑞，其实全关人，街上都没人，哪有这回事啊？主播也说不连话，没关系，直播间多的是。在你的眼中还有一幕应该，只是不应该的眼泪流下来，不知道我的明天是否还会如此无奈，但只要把你现在抱住我的脑海，不要再回来，我不要再重来，所有关于你的消息统统掩埋。走一些朦胧的回忆的伤痛，爱已成为过去，离别时的轻松，分手不由自的从容，从前的欢笑已经变得陌生，你们的岁月叫我如何放纵，当我的世界被爱伤的面目全非，泪水又何去何从，终于在那个夜晚喝醉以后才明白，在你的眼中没有一不应该，只是不应该的眼泪流下来，不知道我的明天是否会。冲仔哥，我看见华仔哥送礼后超值的粉丝很喜悦，看见华仔哥送了一个嘉年华两个火箭，华仔哥这个格局这个压费我估计在东南亚历史上不知道有没有啊，送你压费送了一个嘉年华两个火箭。阿喜和阿星，新妹子叫兰若，我们在路上捡的，有没有个捡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妹子。从前的欢笑已经变得陌生，流浪的岁月叫我如何放纵，当我的世界被爱伤得面目全非，泪水又何去。好的，有没有麦克，我以后不连他们了。在那个夜晚喝醉以后才明白，好的，冲仔哥，从没永远的伤害，在你的眼中没有一幕应该，只是不应该的眼泪流下来，是大姐大队。老广什么时候再捡个老婆回来，我也想啊兄弟啊。
哈哈你好。怎么没动静啊？你们那边卡了吗？他们那边卡了。卡断了。卡到了。我这边卡，他卡了吧？嗯，你在哪里、啊？卡到了哈。啊、刚才卡到了，你在哪里、啊？我在云南。你在云南？我在云南。你还没回来吗？嗯。哦，那你老婆呢？我现在不，我现在又回来了，又回来一趟。你又回云南去了？是的，是的，又回。送我，哎，送我父母回来。你送他们回去。是的，是的，送他们回，我就回安徽，然后我就在云南，在云南，然后过两天我就回老挝了。哦，好好，那我们玩一把。好的，好的，好的，玩一把吧。嗯，好，还是和以前一样。还行。输了上才艺。好的，好的，好的。好，输了上才艺，我的才艺就是体罚。你这体力也可以啊。好的，好的，行行行，那闭麦了啊。嗯，好。闭麦，闭麦，嗯。可以随意安排人事，甚至总经理和总裁不在，他今天好开心啊！谢谢有父母妹哥，感谢有父母妹哥，谢谢。好的，永不言败哥，下次我不点他们了啊，直播间有的是。Mato fado gentleman. Mato fado gentleman. Mato fado gentleman. Alangamola, where mikune ya hanen gonji? Alangamola, where sekune ya hanen gonji? Alangamola, bali bali waso nali ne.哥哥姐姐们，这是我一下。Mato fado gentleman. Mato fado gentleman. 谢谢你十万字，感谢你十万字，谢谢。谢谢有父母妹哥，感谢有父母妹哥，谢谢。
谢谢六哥，感谢六哥，谢谢。家人们，众筹一把，发发和扫帚一把。谢谢各位大哥的小心心，谢谢，谢谢人们挥霍，谢谢。小星星，谢谢。
谢谢布姆妹哥，感谢布姆妹哥，谢谢，感谢隔壁大哥杜马文的叔叔，谢谢。点起五三兄弟，我这个也没有币了，我等一下我下播了，我再冲进去啊，因为现在发福袋也来不及了。谢谢各位大哥，谢谢一笑过哥，谢谢龙潭哥，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谢谢各位刷小心心的家人们，谢谢各位点赞的家人们，谢谢各位陪伴的家人们，我都感谢你们啊。阿广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家们都有回复，是的是的。太多了吗？没什么，不多。那多一点吧。我做体罚了，好不好？嗯，好的，好的。哈哈。开麦了吗？开麦了吗？开了，开了，开了。啊，好的，好的。我做三十个俯卧撑，三十个蹲起，还是以前老样子。嗯，二十个就可以了，不是说好的二十个吗？好的，好的，二十个可以，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个。好的好的，可以了。好的，哈哈，祝你和你老婆幸福甜蜜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的，嗯，下次连吧。 好 OK。 好的，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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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这些时候估计做俯卧撑都费劲。阿广爷爷介绍一下，哈哈，好的，行了，我介绍对面嘛，我是介绍给我们自己嘛。是哈哈刚完成订婚榜首仪式，也祝福哈哈，我祝福哈哈了啊，祝他幸福甜蜜。